实就是一个阶段性的，当然阶段性的一个休止。那大家明天还有明天的游庄，嗯，哇，这个鞭炮不得了。刚刚在这个路口就是下面发的，我们会说，山边其实他刚刚就是在门口那种稍微等一下，就是等到大妈已经就是我们说白沙屯妈祖已经要进来以后，他才就是致意完以后，他才继续往山边的方向走。那待会这个我们看到我们的白沙屯妈祖遇到了这个山边妈祖，他们会有一个这个互相相送，已经相送完嘛？那现在看到的这个轿子是来接驾的轿子，对，有一些是来接驾的要驾子。好，我们头旗已经到了庙前这边了。我们说整个进香仪式其实是从放头旗刚的圣台戏啊，就是放头旗三天要吃三天的早斋，对。所以这个来接驾的神明都会先在庙娘这边等妈祖，就是稍微致意完以后，就是因有一些可能不是白沙屯这边的镇头还是什么，对，那这时候就是可能会请他们，就是致意完以后，心意到了就请他们先到旁边，因为后面还有像头旗要冲啊，啊香大嘛要入来啊，其实空间就是开始要麻烦让出来了。哦，头旗会在什么时候冲啊？其实差不多，你会看到他待会就是他有一个蓄势待发的画面，对，然后就现场就是虽然这么多人，但那就是屏气凝神的在等着锣声。三代好像又交给那个副人，对，就最后那个在进庙的这个时刻是由他，就像我们起驾那一天出去，头旗是炉主啊，对，头旗是炉主，那回来我们会说回程其实香淡自由副炉主负责，所以这一段就交还给了副炉主。现在头旗准备要入庙，冲啊！要冲起来了！起来，大家一起喊进哦！2024年，甲辰年，白沙屯妈、沙边妈往北港进香，准备要迎接头旗入庙。准备。拜托一下，这边在做广告。线上的大家准备刷一波锦哦。我们香淡先进去了，而且现在进了，进了，打的进了，进了，刷墙，进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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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重要的化会仪式守护的行为终于入庙了，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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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而且现在此时此刻在咱白沙屯江天宫头前又在咱白沙屯五分宫法主公的吉星降驾迎接妈祖婆，现在咱的头旗准备要冲了，最后50公尺，刷一波紧哦！刷起来！头旗要冲了！准备！又点开了主管，就是头旗。大家喊起来！刷一波紧哦！
中天宫，咱的千顺将军，由着咱千水综艺团护驾之下，迎接咱白沙屯中天宫天上圣庙的牛会馆。你不觉得我越来越会讲文言文了？你好像越来越适合这个司仪的动作了哈。气氛，气氛，气氛。来啊，抓起来！立正。千顺将军准备立标。刷起来，进哦，进哦，恭迎白沙屯江天江千顺将军入庙。打歌，不好意思。刚刚算在你路上听了多少次？78次。我83次。那你比较认真走哦。认真听。那千顺将军准备地标，抓起来。恭迎白沙屯江天江千顺将军回家，帅哥进哦。进哦。看到牛耍了，看到牛耍了，接喽！是有剪接过入庙版，入庙版是不是？入庙版短一点。对。线上的大家，恭迎。天上圣庙，你就回家。等一下，几人要刷起来？刷起来啊，各位！诚心的建议大家，先布置起来。对，让我们看到你的线上镜哦。等一下用贴上，再布置贴上会比较快。最快哦。阿祖妈祖。回銮完吧，恭迎天上圣母娘娘回宫，刷起来，刷起来，妈祖妈祖我爱你，
冲！谢谢。过吗？你们还要过吗？有，都过都过，谢谢。辛苦了。没，应该辛苦。还行。